王毅表示，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，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，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，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。王毅指出，阿富汗塔利班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 和政治力量，有望在阿和平、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希望阿富汗塔利班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，高举和谈旗帜，确立和平目标，树立正面形象，奉行包容政策。 阿富汗各派别、各民族应团结一致，真正把阿人主导、阿人所有原则落到实处，推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尽早取得实质成果。